好。就是
关系而已啊。格式啊，转换格式。通常在课本的前面，这叫转换因子啊。转换公式。啊，但这不叫转换公式，你不要不适合教个公式，这是一个转换关系。转换关系公式。它跟它是公式吗？它不是公式。不啊。公式通常会讲说，比如 F 等于 ma， 你觉得这是公式？啊，这个也是啊。这没有公式啊。那有啊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伦巴卡和叫。这叫关系式，这不叫公式。我们讲公式说，譬如说通用的就叫。譬如说，假设 z 等于三 y 乘 x 好了，我给你一个 x， 给你一个 y， 我就可以得到个 z， 这叫公式。在这里我念了，你给任何一个，你在卡前面的系数随便给一个，你都会得到。这没有系数啊，在这边跟我们没看到 x y z 啊，没有未知数啊，就告诉你一个变数，这个什么？派等于 3.14159， 这是不是个公式？那个嘛，那他如果把一撤掉就是公式咯。一怎么撤掉？就拿掉。卡等于。你不可以说，那卡。好，随便，好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。这不是公式啊，这是一个关系啊，不叫你的关系，跟派等于3.14159，它这个关系，它不叫公式哈、啊，不要。那个好，嗯 ，OK， 好，它这怎么来的？刚刚我们讲说，一卡等于4.81G 的，这里184，这怎么转换？你可以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来源嘛？卡是因为我要做化学研究。我知道它热量，我直接去计算它热量，我就定义说，我让一克的水上一度C，我需要一的能量就是一卡。我在定义加完，是因为我在研究物理学，我知道说这东西会受了一个力，它移动了一个距离之后，它就有产生功，它就做了个功，产生一个能量，我们就定义出它的加完出来。它这两个都是能量，它之间到底有没有转换？课本告诉我们一个公式，叫做一卡等于4.187加完，1.187加完，我们就相信他吗？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？他这样可以定出这个关系出来？他怎么定的？明明就是推东西，另外一个是把水加热，他怎么可以定出这两个之间关系？为什么？怎么定的？你想想怎么定的？怎么定的？好了，一开始也会有一个科学家，他说：“难道这两个真的有关系吗？真的有关系吗？”对。他要做个实验啊，他就去瀑布，去量，瀑布上的水流下来了，这个位置很高啊，这个位置很高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这个水在这边有位能？水掉到这边之前，它转换成动能，也就是这个位能，这个重力位能。这重力对它做了一个功，对这水做了一个功，它得到了能量。当它掉到这水里面的时候，它能量应该是会转换，转换成什么？因为动能不见了，位能也消失了，它转换成什么？它从这边具有一个位能，离开这瀑布上面，把这位能转换成动能。掉到水里面之后，这位能也不见，动能也不见了，啊，这能量跑到哪里？都不见了哦，是这样的吗？所以他就用一个方法去量测它的温度差，发现呢，确实这边的水比它高温，温度比它高一点点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能量从动能从位能转换成热能，转换成热能。我如果能够精确的计算的话，就会知道它关系了嘛。可是怎么去精确计算？怎么去精确计算？就量上下的温度。那还是没办法精确计算，因为。真正在自然界精确计算是很困难的，因为你热量会散失，啊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转换一下，他就做了一个，这是隔热的，这叫什么？隔热的箱子，里面放了水，这边放个叶片，这叶片是会旋转的，我这上面这边放个转轴，我就可以对它转轴。做功嘛，对不对？我
放个重锤，从这边掉下来，我是不是可以知道它产生多少热，产生多少能量？对，在这边产生多少热量？我如果说这个摩擦力非常非常小，它很容易旋转的话，我是不是基本上所有的能量都转进来这里面去了？那因为这是一个密闭空间，所以它能量不会消失，它不会不见。它不会不见的情况下，我就可以看水温上升多少，我就可以很精密的去计量、计算我这样产生的一焦耳，我这边产生一卡的热量，我到底可以产生多少的动能，或者产生多少的消耗多少能量？所以它可以透过这样精密计算，所以得到这样的关系。啊，这是一个得到这样的关系，这样经过一个这样的精密实验得来的。事实上，你去查哈、卡跟焦耳的关系哈、有好几个版本。有不同的版本，都差一点点，有不同的版本。它不是只有一个版本，它很多版本。那不同版本来自于你的实验的精密度跟你测量的方式哈，所以它有不同的结果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哈。一杯水，300克；一个石头，200克；水温10°C。石头呢，我加热了200°C， 我把它丢进去之后，平衡温度是多少？上旬有三度。在这边这样条件够不够？其实够，因为水。条件不够哈，还是比热，谁的比热？石头比热啊，石头比热。石头比热假设是0.5好了，对哈、我们给石头稍微注意一下。这个嘛，哦，丙源没有点数了，扣2.5点。好，比热0.5，来平衡一下，平衡是多少？哎，hello， 平衡是多少？升空慢，快点。啊，谁知道石头的比热？我已经给你了，0.5。然后呢？然后平衡度是多少？上升到几度啊？不知道。问你平衡的温度，它的现在温度是200度，那个温度是10度。然后，刚比热是一嘛，不用想啊，比热是一，它比热是0.5，然后放进去之后，它就平衡了。假设不考虑温能量跑出来外面的这部分都不考虑，它两个的平衡就会是几度？心算，75。怎么可能？不要糊弄我啊！我猜75。不用猜的啊，我要你怎么算啊？猜没有？等丙源。那真不行耶，这答不上来，每个人扣一点哦。我记得是层层加加，对不对？对。54度。A1 等于54度。稍微等我一下。稍微等我一下。名称。对，你这定义什么？一克该物体上升1°C所需要的热量。
之前你怎么算的？简单先剧透一下。也这个东西吧。有。
刚刚讲没错吧？有用到那个东西吧？当然会用到啊，当然会用到啊。Of course， 应该每个人都会用到吧？有没有谁没用到的？我有啊，把。我刚刚只有把比热程度，然后我是把两边的课加在一起。哎，说真的，我没有用到课了。好了，不行，再等，你要讲。等有用吗？我在等有用吗？有啊，我们不是在发呆，是吧？所以是在发呆的，啊？你0.5，65度好了。那我要猜另外75。好。哎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！1到100度全部猜过，如果超过100度，我有奖牌。就10到100度。每猜一个答案错一次就是扣一点哦。猜100度的话是直接扣100点的话。那你刚刚自己说可以猜2次。可以猜2次啊，可以扣2点啊。没有，那我们直接重归于尽。你想，你猜对一次加一点，猜错一次扣一点，就等打平啊，对不对？你猜错2次，那扣2点。那，哎，这样，你刚刚说可以的。可是他没有说可以，可是他说猜不扣一点。对啊，昨天他每天猜，他每天就是说好让我们一起发球。不能。然后就他描述的人有点笨，他就让我们一起同归于尽。哈哈。翻译进，我叫引进的，他翻译错了。好，他考虑一下。刚刚其实前面讲的东西哈，这个是比较严重的，我认为是迷思，我先讲一下。你不用去管它总能量。因为总能量跟平衡没有关系啊，总能量，而且我们实际上也不知道它总能量。这个零度C 怎么来的？十度。零度C 是我们人定出来的，跟它的能量没有关系啊。零度C。我说零度C， 你要算它总能量，说10.0，你才有10度去算它总能量。10.0。那不然这200，你为什么200就算它总能量？啊？你为什么用200就算它总能量？你刚才算它石头总能量的时候是用200算，对啊，200怎么来的？就是它的温度啊。它的温度不等于代表它的指标啊，因为它不是从最低的那个能量开始算的。哦。对不对？它是从今天我们中间，哎，从那边开始算哦。好，我懂了。好，啊，你再给我5分钟，我知道了。我这算能量差嘛。对，能量差是重点，不要算总能量。好，我们去透第二个能量。等一下，这是我讲出来的。对，能量差是重点啊！刚才你讲出来之后，对大家、对其他人来讲是剧透啊。那不关我的事啊。不关你的事，对吗？加油！所以如何让300克从10度上升85度？所以就是300乘上八，因为95减10。然后它比热是一，所以九十五怎么来的？啊，因为200减10等于190，190除2，因为我要算出温量，哎，温度的，哎，平均温度嘛。为啥算出平均温度？你刚不是这是你的问题吗？我没有问题啊。不是，我说你的题目，题目是说平衡温度，不是说平均温度啊。哦。然后那就是190，然后除上，哎，除以5，哎，应该是。乘以3/5，偏温度跟平均温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哪里不一样？38。平均温度有没有意义？平均。比如这个 A 物体30度 ，B 物体80度 ，C 物体20度，全上平均温度多少？有没有意义？啊，没有意义，平均温度是没有意义。我们把三个温度加起来除以3。这没有意义的嘛，在化学来讲没有意义啊，在有的地方会有意义嘛，譬如说我们这边这么多人，每个量一下体温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均温度，这温度平均温度代表什么？影响室温。哎，其实也不是，平均对，大家知道人的体温是怎么样的，比如说我们会得到一个值，这个值可以代表人的体温，这样，这是这样的意义而已。
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。但是这样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差异性嘛，我的温度可能就永远高于平均温度多一点点，它的温度可能比平均温度低一点点，这是每个人差异性的不一样。啊、哦，好，他们克的比例是3:2，跟那有关系吗？没有啊。你觉得有什么关系？平均温度。那质量有关系？没有啊。就是陷阱吗？没有陷阱啊。我只问你有没有关系啊？我觉得有啊。对，有关系啊，当然有关系啊。当然有关系啊。好，哎，我们说想到什么？是你想到。我需要把二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再剧透了。哎，想到什么？哎，你说。我们来讨论等号左右两边的东西。等号左右两边的东西是什么？可是它没有等号。哎，你要先把它扯到。好，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哦。这个温度跟这边的温度是不一样的，能量的流动会怎么流？高的流到低的，从高温到低温，对不对？这样流动。我们讲这是我们的定义啦，我们在想象中，能量从高温到低温，还从大能量流到小能量，一样的意思，不一样的意思。假设我这边是。反正从高温到密度嘛，从高温到低温。从高温到低，我这边是一千克的东西，可是我是30°C，跟我那边是一克的东西，可是我是100°C。100°C到30°C。我的能量还是从100°C流到低温哈、哦，还是一样流过去。不会说因为这边的总能量高，所以流过来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是从高温到低温去平衡它哈，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啊。流到两边的温度一样高，它就不平衡了。对，但是它就不流动，不是不平衡。流动，它就平衡，就不会流动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讨论这一题了。先问一个概念啊，这个地方，我如果上升到11°C，我需要给它多少能量？300，非常好。这个地方，我如果下降到199°，我会损失多少能量？199，200卡，对。这样有概念的吗？有。只是平衡温度，平衡温度和平均温度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所以你看哦，它每上升1°C，它需要300卡；它每下降1°C，它会损失100卡。201，然后，我知道。201是什么鬼？30秒。分母是什么东西啊？分母是什么？我怎样？分母是什么？我没有去讨论过分母。简单来讲，假设是200，平衡温度，对不对？我算出它会消一边消耗的能量，一边增加的能量。多少？一个是17085。17085。一边是10500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反正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一边损失这么多，一边增加这么多，差异性跑去哪里？差的能量跑去哪里？不是啊，因为它的那个质量不一样啊。它在那边有能量守恒啊，你一边损失这么多，一边得到这么多。所以我这样才能算出温度，平衡温度啊。这样子算不出平衡温度吧？不是啊，我好，反正我的算法是这样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就是因为它是200度嘛，然后它是100度嘛，10度嘛，然后。那个石头它要下降1°，它需要100卡，那要损失100卡，然后那个水它上升1°需要301卡。为什么301卡？不写301啊？我们写301卡。我突然了解到什么了？等我。它不是301卡，没有，我刚看成301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不用管我啊，我是说它从10° 上升到11°，它会上升几卡？它每一克上升1°就是1卡。对啊。
它从十度上升到十一度，它上升一度，那三百克，所以几卡？好，我刚看到三百。好，反正不管怎样，然后让两百嘛，两百，所以我就先算，我先把一百，啊？什么两百？三百减一百。OK。然后我先算出，平衡温度，什么鬼啊？哎，什么平衡温度啊？平衡温度就是当它两个温度一样啊，石头会上升到石头会温度会降到。那平均温度吗？那不叫平均温度，平均温度就比如你十块钱或二十块钱的平均钱多少钱？这边有7.5吗？啊？这边有7.5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不是。有机会。160。真的？别那么高。160。也不对，等等。那擦掉的。擦掉。140。105。105。